台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宜兰三清宫的道教宗庙，来过来的印度佛教的主持，穿着袈裟来甲三清道祖上经。因对道教的拨杯甲抽签嘛真有趣味，现场阁有人教因安怎来拨杯，安怎来抽签，气氛是真和谐。伫个现场有袂少的信众拢讲，即感觉上道教甲佛教亲像一家人。先穿伽马色袈裟出家人，双手合礼，唱佛教经文，庄严的气氛，好亲像来到佛教的圣地斯里兰卡。不过详细一看，正面所拜竟然是道教的三清道祖。这是宜兰道教宗庙三清宫，有几位对印度来主持，无看过道教跋杯抽签时，拢真有兴趣。用这个问他说，我可不可以抽签？庙方的职员甲这主持安怎抽签改签，主持现场妈妈上试看卖，拢感觉真趣味，还阁献一段说话。现场嘛袂少信众对你参拜。我们这些的宗教都是被帮助中正的，来这里也是一样啊，这个是生命，所以感觉我们都一家人一样、啊。对我们佛教，他们也很尊敬。哦、对对，他们一看到我们就很拜呀、啊哦，一样的，他们都觉得是一家人。透过这次两个宗教的交流，欢乐的气氛，也有现场不少参拜民众，见证宗教真正无国界。